各位观众朋友午安，我是主播周文浩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伊尔新闻。最近有一波大陆冷气团即将要登台，大家要多注意保暖。好，我们现在有一则插播，我们把画面转交给记者大儿。好的，谢谢主播。那我们刚刚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看到路边有一个穿着圣诞装的人坐在公园里面，难道是圣诞老公公吗？我马上来访问他一下。你好啊，她是一个女生，她不是圣诞老公公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怎么会穿着这样坐在这里呢？嗨，嗨，I'm Saint Erica. Hi. 啊，你好，你是还叫 Erica？ 你好。Hi. 哎，你怎么会穿这样 ？Yeah, live. 哦 ，Yeah. 我刚从芬兰回来，转机到上海，刚才到台北首。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。没有关系， so, 我们观众朋友都很国际化，international 的。Oh, yeah. 对，哎，你今天来这边是？我的阿公叫我过来台北。你是圣诞老人的孙女呀呀呀！哦，时代已经到这里了，是不是？呀嗨！你好，你好。我的阿公叫我这次来台北，说台北这个 case 给我做，让我来实习看看。实习呀？ Yeah, 哦，来实习的。还顺利吗 ？Oh no！ 我还没有台北，有点冷。有点冷吗？ Yeah. 你不是从芬兰过来的？芬兰应该更冷，不是 ？Oh no！ 我把我的衣服改成这样。哦，他穿得很辣，你们看一下。来来来。嗨。哇，很辣很辣。可是我有一点点 confused， 因为我刚刚走在忠孝东路。是。忠孝东路上 ，so many people ask me so， 问我你有没有工作。问你有没有工作？对，他想要介绍工作给我，问我要不要去他的 nightclub 当 dancer。我 ，Oh my god！ Confused nightclub 的 dancer， why？ 你穿太辣了。哦、oh, ，对。哦、oh, ，我长得像 dancer。在台北的圣诞节，那种 nightclub 的女生呐、啊，都会穿这样在台上跳舞。Oh, 所以他们可能有点误会，所以我们的 Erica 在忠孝东路走了九遍之后，很多的人问他要不要去夜店打工。Oh no， 我只是来台北是来工作的。那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？我要送一些礼物给一些小朋友啊，要跟大家说 Merry Christmas。所以圣诞老公公送小朋友礼物这件事情是真的吗？呀、yeah. ！哇，那顺利吗？台北我没有看到很多烟囱、哦、找不到烟囱要怎么进去他们的家，所以我不知道 我现在先坐在这里看我该怎么办。你可以敲门 啊敲。 我有看到他们的房子外面有一个像 mailman 会放信箱。哦呀，我会有放一些哦。你把礼物放到信箱里面、哦、放得下吗？信箱很小哎、欸、我就用力塞，对，塞进去哦。天啊，好辛苦哦！呀，那你没有圣诞袜吗 ？No， 找不到圣诞袜。我没有看到人家在放一些袜子，没有看到袜子，我不知道我的礼物要放在哪里。就塞进去了。对，我有一点 sad。那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知道今年的圣诞礼物可能会出现在你的信箱里面哦。Yeah, 我放在你们的信箱里面，要记得去看。记得去看一下。去看你们的信箱。OK。And 我想说，就是我看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不在家里面等爸爸妈妈的礼物。我看我的 social media， 我刚刚一直在看我的 social media， 看到so many people post 很多他们过圣诞节，他们去party， 去drinking and change 交换礼物。现在非常流行交换礼物。我不知道，我在想我以后的工作，我的小孩是不是没有工作，我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好多礼物没有送出去，不然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大儿。大儿是哦，大儿 ，OK、哦。有礼物给我吗？呀，怎么那么好 ？Merry Christmas， 大儿。哦，谢谢。Merry Christmas， 这个小学生词典。我拿到一个小学生词典。对，我本来想要送给小朋友，这个是就送给大儿。谢谢你。Merry Christmas， 谢谢，圣诞节快乐。你看得懂吗？你有看过吗？我刚从芬兰回来，我有点看不懂中文。哦，很贴心，从芬兰来，可是送我们这种就是国语的小学生词典。阿公叫我买小学生词典送给你。哦，阿公好贴心。
心哦，谢谢你。Merry Christmas， 圣诞节快乐。那我们很高兴在这个公园遇到了 Saint Erica。Saint Erica， 那大家不要忘记，就是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些失业的状况，那偶尔我们可能还是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放上袜子，让他们有工作可以持续的维持生计。对，那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圣诞节快乐！拜拜！拜拜！